的表情包猜词，猜词，表情包猜词，每组挑一个人，根据题面挑选表情符号，其余成员在一旁的高台上猜词。高台的木板每过一分钟就会缩短一节，从高台上掉落的成员则不能继续猜词，最终回答正确数量更多的公司获胜。等一下，我跳了，别自己跳了。你等着，一会儿你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板往后拉。你最好有这个力气。黄队，请准备。准备好啊，咱们就来。来吧。哎，他俩好像哎。我们俩是台儿兄弟。你们这还有父子啊？黄队挑战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一首歌。这个不好猜，这有点不好猜。舞女，舞动，我跳舞女。哎，那个在哪儿呢？快点！女友，女友，女王菲，王菲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！没猜到呢。三个字，一首歌啊，一首 歌。一首歌。糖葫芦，红绿灯，嘴吃，啥感觉？啥感觉啊？这个啥感觉啊？啥感觉？不是，但是你在干什么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嘴吗？吃葫芦，糖葫芦啊？啥感觉？甜，甜蜜蜜，甜蜜蜜。啊对，这都能猜到甜蜜蜜。啊，走，我走了。一首歌，一首歌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还是他，还是舞娘，不好比啊，这个情人，情人，答对，答对，情人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一首歌啊，欢欢，你快，哦，哇，一个影视剧啊，七个字。蝴蝶，九只蝴蝶，两只蝴蝶，蝴蝶，亲爱，爱，鸳鸯蝴蝶，七个字影视剧，他们俩相亲相爱，娘子传奇，哦，梁祝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答对，漂亮。首歌六个字，六个字。你是我的小蝴蝶。六个字。没，哎，哎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国内的。床睡。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下一题吧。我要看一下是什么。新鸟蝶睡，新鸟蝶床，新鸟蝶。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。新，然后继续。新鸳鸯蝴蝶。新鸳鸯蝴蝶。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，新，然后继续，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蝴蝶，床，这个是新鸳鸯喜临门床垫，新鸳鸯蝴蝶转，新鸳鸯蝴蝶举，这是个爬，新鸳鸯蝴蝶睡，新鸳鸯蝴蝶，新鸳鸯。蝴蝶个啥？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不行，就差一个字，给我必须猜出来，必须猜出来。啊，好甜。新鸳鸯，新鸳鸯蝴蝶，爱床睡。哎。叮。新鸳鸯蝴蝶梦。哇。哎呀，这个字。几个
个字？一个字。是干嘛的？一首歌，一首歌，一首歌。对。哎。问。问。问。啥？问。哪？哪？纸。就一个字哦。哎呀，这都猜不出来。书。书。读。看。题。问。学。学。过。你有没有认真摆杨总？很认真。很认真。影视影视啊，五个字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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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了没了，快没了。男。皇帝的新衣。黄。青蛙变王子。王子变青蛙。答对。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啊，四个字。皇后。四个字。皇后奶奶。皇后奶奶是什么？冰雪奇缘。四个字。冰雪女王。这个。冰雪皇后。雪女，雪女，啊！他们要掉下来了，我好害怕呀！啊！啊！啊！你知道那个问号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谜谜，黄队答对，又题。今天你猜没问题吧？你猜，我猜也行。要你俩猜，我要给你弄吧。哥，你行吗？我行。不行，你那也行。你那也行。哥只是不想挨扎的。来吧，导演，来吧。我还把领子递下了。哇，好老派，天哪。绿队请准备。两个字啊，两个字。是啥？歌名。星月。老人。我一眼就看到了。我都看到了，你东西在哪儿了，他找都找不着。沙爹，你是静止了是吗？他卡住了，卡住了吗？你要找什么？找什么？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你找什么？你要找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。青海。哎，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！歌名，第一个字。好慢呀！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这个好，还差一个，第一个字。89。哎，对。酒醉的那个，两个字，酒吧，酒女，九妹，五娘，九娘，九儿，这个，九五，小的这个，叫九娃，哟，换，不要了，下。歌名有九娃这名吗？九，哎，三个字啊，三个字，九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哎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是这，纯，第三个，大嘴巴，不对，大红唇，大牙，这过，这不行，别过了哥，爹呀，哎，四个字啊，歌名四个字，好，你找吧。第一个字，心口难，不对，心相信。哎，这个第一个字，爱心，家，爱家。第二个字，加钱。这首歌加钱。我要哭了。这是啥？歌名四个字，头两个。爱情买卖。对，哎。
歌名四个字啊。好，那个第一个字是这个啊。二三，对对对，三十二亿。三三阳开泰。第二个字。三。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都是这个啊。三三心三意。三天三夜。三。给这答案吧，朋友们。三什么？三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三生三世。不是不是，三三什么三什么三天三夜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两个字啊，歌名啊，歌名，歌名这个，但是色儿不是这色儿啊，阳绿，绿色太阳，绿色太阳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这个色儿，这个色儿，这个红黄，红红绿红绿，对了对了对了。哎哎，这个歌曲的名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啊，七个字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啊！撑住啊！金靖的表情，等一下，我眼睛睁不开了。呀，金靖眼睛已经睁不开了，掉下去。我感觉他们要掉下去了。真的不行。哎哎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个。说怎么的了？这都怎么的了？这有怎么东西？这是？这都什么东西？东北一家人。哎呀，给你一个这个，给你一个这个，快！给你一个这个，给你一个这个，快！哎，对对，就说这个。啥呀？这个怎么的？这是？要不然你们自己跳下去吧。歌名，歌名，七个字，就这地方怎么的了？这是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世界的那个，是一个世界。怎么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怎么这？那个，这世界这么多人，歌名We Are The World。我听都懂了，这是什么？就这，这是什么？世界，这个很正确了。哎呦，我都出汗了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哦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踩我脚上，踩我脚上，可以踩我脚上。啊，谢谢。这行吗？踩我脚上。行。这个好强，描述的非常好。对，但这首歌可能没想到，你还有几个人没拿走？这跑步的没来，这还有几个哭的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叫九妹的歌，你听过吗？妹在哪儿呢？妹啊，没有妹啊，对对，你摆的没问题。绿队答对四题，黑队请准备，歌曲。老歌，四个字，几个字？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。哎，你再辛苦难开。八个字，第一个字。风，风中有朵雨做云，风中有朵雨做云。咋的？都知道题了。歌曲，香港的两个字，这第一个字。稳平，稳平。对，歌曲六个字，这是前两个字，嘴唇，前两个字，这是最后两个字，孩子，亲吻，请亲我的宝贝，对，哎呀，好强啊！歌曲四个字，歌曲四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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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啊，这是最后两个字，气球，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对了，就一个往上一扔就知道，没意思了，已经没意思了。然后成语四个字，数，眼，数目，春光，数目春光，对了，数目春光，成语四个字。这是第一个字，喂，这是第二个字，这什么颜色？唇红齿白。对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一个中国的电影，这个是什么？地球，流浪地球。对，呜，下一个，
你站在这儿，要么干扰，你在干什么？下来吧。国内的电视剧，国内的电视剧三个字，《甄嬛传》，《甄嬛传》。对。我怎么猜出来的？这不是养猪场吗？怎么有鸭子的声音？我感觉他们对跟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